也太性感了吧，搞得我那个港台腔又飙出来了。是那个，你是不是没有我家小娜的话是没见过世面的，一股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真的很掉价哎。是的，我们把赞点到那个现在是多少？把赞点到30的，咱直播间8000人，点到30还太容易了吧？是不是？然后那个没有关注的，我看一下啊，我们现在还是17.5，我们把这个关注给兰兰留到17.7，行不行？直播间8000多人，我们今天能不能破万啊？要我给大家留下关注啊，留下关注。我都一股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真的很掉价哎！我发现我不行，我说这种话，我有点想吐，就是我破万了，我们俩榜三，要不要表示一下？破万了啊！破万了啊！我榜太少。榜三啊，榜三，今天我蹲了能有一个点儿，一点没跟你扒香，我蹲了一个点儿。是的，1.1万了，兰兰要破记录了，兰兰好像是。1.1了，哎，找到了我小时候在那个农村上厕所的感觉。大家没有关注，留下你们。1.2万了，哇塞！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粉丝们进店购车是有抖音的专属政策以及抖音的福利的，所以说大家记得要抓紧时间那个到店来看车啊，到店来看车。1.2万了，这不用秀腿，这种事。我们今天连那个麦都没有，小娜，你是不是应该稍微离我们近一点点？1.3万，是不是？我能不能破今天记录，破到2万，小伙伴？你最高记录是多少呀？1.4、1.2、1.4吧，差不多吧。嗯，好不好？破了什么破了？这个没破吧？袜子破了吗？没破呀。没破，太吓人了。没破呀？哪破了？哎，玩赖，这帮人就是想欺骗我。我这么善良，大哥。